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。今天就带来新的一个视频，就是那个 Illustrator，就是 AI 的一个视频。那这个的话，不会教大家怎么去画一些很精细的矢量图，而更多的方向会聚集在，就是说怎么去做一个，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本子、简单的 catalog、简单的 brochure 或者 portfolio 这一类的一个方向，然后来教大家这套软件。所以这套软件，要求也不会很高，因为不会要你们说做得非常精致，或者就做一些非常精致的一些矢量图，也不玩得那么变态啊。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素材合成的，然后那一个，如果是说有什么不懂或想更深入一点，或者说更容易，就是说及时性去回复的话，你们就那个视频左下角，加一下我微信啊，然后呢就这样子，好，开始一下，我这个是 CC2017的一个版本，然后呢，一开始你会看到我现在这个界面，这个界面是怎么出来的？好，这些你当看都看不到，File New，就是说文件新建。新建以后呢，我这个版本是这样子的，反正就是说，有 mobile 对吧？你反正你看你自己做什么你就开什么啊，反正上面都有写什么多少的那个像素对吧？然后打印尺寸这样子，然后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子，反正就是正常的话，网页的和那个手机的我不太确定，反正网页你手机有个 iPhone 什么那就很简单了，网页的话反正就是也是看那个解析度。然后打印的话，通常是这样子，millimeter。那通常我不确定我做什么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子，A4 尺寸，millimeter。然后那一个，对，就现在这样子，你看到 print，A4。然后竖的、横的，对吧？你这有看到？那通常是横排嘛，对吧？然后 artboard 就是那个页数。那通常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四页的，对吧？四页或者五页的，那我可能我这里就开个八页这样子，我反正会多开几页。当然也可以点那个什么 Ctrl 加 O，然后去增加那个页数，也可以。但通常会一开始设多一两页，反正你最后导出的时候嘛，可以是说，就反正选择嘛，输出哪几页这样子。好，那一个，然后 millimeter 尺寸对吧？反正这个就标准 A4，那基本上要设置的东西也就那么多了，没有别的了。然后我们先开始，然后 create 对吧？Arrange option 啊，这里 high DPI 300 PPI 就可以了。好，其他好基本上其实也不用动，要打印的 CMYK 不用打印的 RGB 颜色的，但这个你都行吧，影响不是很大，因为除非你是专业级的，但不是专业级的话，还好，反正就 CMYK 就好了。好，那一个，那我们现在我在一页就可以了哈，那一个 create，然后呢 create 以后会这样子，通常呢我会有个习惯Ctrl 加 R，如果是苹果就 Command 加 R，你们点一下可以。Ctrl 加 R，哎，你看到，对，我再点一遍，你看到有一个尺子，对，这个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我通常会这样子，就是来拉一个，比如说对准的什么的。好，那个就是这样子，我通常会这样子一个设置模式。然后你看我用的工具也不多，你应该现在跟你们打开那个不太一样，是这样子，我会自己 Window 这里，然后那 Workspace 这里，或者是说这里，反正就是你看这里很多的选择，我就会这一设，我就要一个渐变，对吧？一个透明度，一个色板，然后一个图层，然后。这边呢，其实你当做透明了，然后剩下就这边是那个什么工具列，然后右边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怎么说一个功能区吧，就你要选择一些常用的功能来做这样子。左边的是工具栏，上面的是一个菜单栏，就反正所有东西一样，菜单都有。然后反正就是一样。PS 的话是那个点阵图，AR 是那个矢量图嘛，矢量图就是说我不管我现在按着 ALT，然后我滚轮往前。或者怎么样，我按着 set，26个字母最后一个，然后我点左键，或者我点对，或者我点那个，或者我点那个sorry，我点那个右键对吧？不，我点 alt，然后就反正一个就松开 alt 放大，按着 alt 缩小对吧？也可以，都行，两个都没差。因为我很惯用 alt 这个键。好，那一个，然后继续，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画了这样子，比如说我先画这样子一张东西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整个东西的逻辑就这样子，这样整个那菜单栏、工具列，然后功能区，对吧？上面的就是一个信息栏，对吧？命令区就一个信息栏，就是说跟这功能区一样的，反正就字体什么通常会在这块。那就是说它这些，比如说我点了一个这样子东西啊，你看到这块会变。那比如说你可以选它的一个，我在这里点一下，对吧？这个小圆圈的点这个小圆圈就可以了。比如说它的圆角多少，对吧？radial 什么的，或者我可以选
try 对吧？然后我点一下 enter，然后我删掉，对吧？啊，关掉。你看有圆角了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比如说我现在那整个逻辑就这样子，反正三个区记得了吧？然后四个区，四个区。然后呢就那。菜单栏、工具列，然后一个信息栏吧，然后功能区这样子四个，然后这个白色画布，白色画布怎么就是白色画布就是你那个 A4 纸的大小，然后再下来 file，然后呢输出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这样子 explore s，就是说导出，导出是这样子，反正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桌面对吧，然后呢可以再选JPG 对吧，通常是导出 JPG 啊或者 PNG 和 JPG 是比较多的，就是 TIFF 的不用，TIFF 虽然是透明底，但图片太大了，通常 PNG 因为可能有什么透明的，但是你导出最后通常是 PDF 比较多了，但 PDF 的话不在这里，然后这里刚刚有说到要做那个八，如果你说我刚说了嘛，要。五到六个的话，我可五六七个的这样子 artboard 的话，我可能会设八个，因为这里可以写 all 或者 range。比如说我刚刚是一到，我现在点 hyphen 一到五，那我可能就前面5页输出那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可以现在这样子 control 加 o，对吧？我随便你看粉红色服务线，对，我现在再拉一个，你就能看到 artboard two、artboard one，然后第二页这样子，然后我点一下 delete，它一样可以删掉。就是这么简单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，再下来 save as，你看到了文件，然后 save as 是怎么样呢？哎，对，然后是这样子，点一下这里，对 PDF，然后 PDF 的话，来，基本上 AI 就这么几种，就整个成型，然后刚刚说的什么工具栏怎么处理，然后呢输出，现在就在讲输出，那你看整个逻辑就是这样子，反正永远不会逃。逃避这个逻辑，这个就是一个 procedure，你只能 follow 这个去走。里面，然后你要去编辑或处理，只能在中间处理那个部分，就刚刚说的功能啊什么的，就画布上面嘛，白色底的那个。然后 PDF 我们回来讲一下，输出通常就两种，一种点一下这个，然后 high quality print，然后再点一下这个，如果是正常打印呢，不是网页，网页手机除外，然后把这个勾给关掉，就是说 PDF 的 edit，capabilities 的这块。不要勾选，那这也是一种输出，高清图，然后同样的话就文件不会太大。另外一个最大压缩smallest file size，这个你们就肯定懂了，最小的一个文件尺寸。好，那基本上就这样子，然后点一下 save，然后就完成了，基本上就这样子。那整个输入处理输出，然后工具栏今天也讲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呢就这样子就 OK 了。然后呢，再下来这样子，下节课我会讲一些初学或者其他等等的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微信跟我说，也可以留言给我说，然后我方便我去改进。好，那一个今天的课就到这样子，有什么问题就对微信或留言。好，谢谢大家。